南昌机场1:39。中国渝江7:17，现在要回到饭店，没有 7，只有杂货店。shopping 完了，酒。台中汉西。渝江5:05。河对面哈，就是说，近5年开发出来的，就是这5年，以前那边就是河滩，对。那个小区它就9600多套房屋，就一个小区。怎么盖还是？现在这边人工贵。你晓得屋里个木工哈，几多钱一年工资吧？还低于10-20块钱，还喜欢不做个事。浮桥。浮桥，就是很多很多船，在江面上，然后用那个，现在以前的最早就是用木板嘛。现在他就是用那个铁板。我一个同学开的。龙虎山7:30。
来了，我吃了好多水了，我是问你，我吃了好多水。不像老虎，吃个龙根虎。嗯，我站在那个地方啃不出来个，你要么要站得好远，或者拿个绳子上啃。妈耶！前往龙虎山。待会上厕所，待一会的上厕所了，要上去吗？从现场观看演出。龙虎山。请大家7:53有序观演。一，请您着装整洁，有序入场。衣冠不整，酗酒者谢绝入场。二，请勿将食品、饮料、提包、摄像、照相器材带入场内。12:58他们说，白天早上去玩，对不对？早上是因为它比较凉，还是因为它要玩很久？玩很久是这样的，看你下午怎么走。假如你现在我们去，你坐出发各方面买个全票都来得及。因为晚上吃饭是吧，晚一点都无所谓，5:30-6:00都无所谓。但是你来了，你就跟你讲的出发坐坐。别搞得有遗憾回去了，是不是？你时间你不赶了。三宝，你光一个。大陆真的，他掉下来一口饭给你吃，台湾的。你光一个地方，光一个地方都比台湾一个台湾还大。没办法。台湾就这么一小块。所以说，你说真的要，大陆真的要是跟你讲大雨状态。跟别人讲5分钟把台湾全部打沉掉。5分钟，他光经济不帮你，你就看就大家就死了。假如跟中国一样的，把你的海域全部给封锁，是吧？龙虎山，1:20。
是吧？比如你明年我到你，我找你，我找你们来怎么样子的？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不是，你让我认我明年更加我怎么样？不，你讲不行，你讲我们，你要有实践。他对大家的一个尊重。哎，是了，你要这种善心进来是吧？哎，我们在一起玩一玩，各位来举手。文重点，不能只是教学，不教人两个人的关系。没事嘛，我这卖票就帮你拿去。大半个人，我就是两三个人。买票去。不知道在哪里。1:49。这个票能给我吧？稍等一下哈。没事是吧？你忙去。比较赶，来坐公交。没事，没，反正大概有点遗憾，下次再来吧。怎么的意思？怎么的意思？全部一次游玩，是吧？面朝顶上峰，前面呢有着最高山峰，代表徒步攀爬高度有1000多米。金刚佛教尼西和方圆洞是福建的宗旨寺。Thank you.
厅达到2.5万平方米，整个的建筑呢是一个王府式中正式的建筑，也是全国首批的2星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像这天书府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呢是放在这的最高首府，有任何人想入天书到这放的方式都得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这样唯一的白金之宫，虽然说它的造价界来讲是很有成功的，还是要发展是没有经验的，一定要有新意，走在这儿到这边来，一定要到这边来。咱们台湾的信徒很多啊，很多很多，哎，对，都到这边来。哇哇，张天赋，乐吧，乐，哎呀，受邀祸福，皆跟善行，有什么心愿愿望，都可在此烧香许愿，它都可以使你心想事成。玉皇大帝在我们的道教神仙等级之中，他的地位仅次于老子，属于第二级的天神。在平文里，我们经常会说到道佛本一家，道佛本一家就体现在这里，因为这玉皇大帝呢，就是道佛两教共事的神仙。一切国家允许的政教呢，都有一个相同点，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都是导人向善，行善积德，济世度人。只不过佛教呢修来世，希望死后能往西方极乐世界，而道教呢求今生，希望今生在世可以长生不老，这就是道佛两教本质的区别。所以说他们没有直接的冲突，是可以共同信奉的哈。道教参拜礼节呢，不是抱拳，不是合十，是抱拳，左手抱左手抱右手。为什么要左手抱右手呢？左手是善手，操刀的手都是右手，怎么样善手盖住你的罪恶之手。虎口香蕉，看到了这个刘海的哇，樟树！第三道门，三门也是师弟门，师弟门里面就是天寺的内宅，在这里边呢，都保持明清的老建筑。算得上这副对联，你来观看一下它的横批，横批有四个字组组成，你不妨来识别一下这四个字该怎么念的。横联上的四个字，对啊，你们都可以来认一下。中间那两个字，对，你们台湾不都是繁体字吗？香切。对啊，第三个字是仙，神仙的仙的繁体字。对，第二个就是国家的国，这个国字是道家的字串，在字典里面根本查不到。仙府，这个国有三个字组成，能西国，也就是说西国能，西国能指的就是西汉的张良。据道书记载，我们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啊，就是刘邦的大军世家、谋略家张良的弟子和师傅，历代张天师都是张良的后裔，天师府就是张良子师傅。像今天呢，你们来到天师府做客，都不是做客普通的，而是做客神圣的。对，那就是说这个白色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世间哈，就是我们人带给我们人，就是跟我们工作中、生活中，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就是人有这个白色，它就是代表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说把好的人。我回头观看这幅吉祥图。这幅吉祥图就体现了道教的宗旨、道法真理，就是说一切事情都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万事皆随缘，没有刻意的去追求，顺应自然就是道。在这里边有四种动物：仙鹤、梅花鹿、蜜蜂，还有猴子，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是鹤鹿蜂猴，取其谐音呢就是后鹿蜂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代表高官不高贵。这是哪个朝代的？高官厚禄。你可以摸摸这四种动物，就是高高官变成老板高官厚禄，对，就是人世间的一切美好尽在其中。高官厚禄。来，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展示的，可以按照道教的这个手法啊。
QQ 是不是就没五星啊？他上知天文，上通地理。年轻的时候，曾经担任四川那个小县令。后来他辞官隐退，来到我们江西龙虎山结庐炼丹，创立了道教。我们的祖师是张道陵，他修道的时间最长，仙逝的时候123岁，素有长寿天师之称。圣经常会说到，名医多与客，寿星出道家。在道教里面，懂医术、懂养生的人非常的多，像大家所熟悉的孙思邈、葛洪都是道教中人，自然长寿也不在话下。天师传了60多代，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中国古代来讲，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道教养生内容是值得我们当今人士去见证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代天师。您素食。天师的灵气，尤其显远不显近，远方来的客人是越为灵验的。这个千年道观可以许大愿。这个叫迎送时，天师接待客人，迎来送往，就是到此为止，恕不远接，恕不远送。天长日久，由灵气所致，自然形成这不规则的太极图形。供道教标志。送客接客就在这里，他也不在走远，就是在这个位置，他也不送到门口，不跟我们送到门口送客，他就在这里。接客，你从那里进来，他也在这里等你，是这个意思。对，迎来送往，他就在这个地方位置，我不在走，像我们要送到门口出去，现在他不送，就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对，他这个图形看了没有？纯天然形成一条阴阳鱼的形状，跟我们刚看那个太极图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太极图，只是不规则的一个太极图，因为太极图是在不断的运行当中，运行最规则的时候一分为二，就刚看那个样子，不规则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但它黑白的比例几乎还是1:1，啊，纯天然形成一条鱼，鱼头鱼尾都清晰可见，它1.2米厚，就是说整个天师府的房屋建造就是以这块圆盘石为中心点，其余的房屋则是以八卦的形式所征服，啊，这个叫迎送石。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所赐的一块牌匾，这个匾真的吗？一直没动啊。这个是属于复制品。对，永掌天下道教事，写了这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元璋皇帝啊，出身卑微啊，他呢当过和尚，做过乞丐啊，在他未登基之前，他怕天下的老百姓不信服他，当时呢请了第42代天师叫张振常。给这个朱元璋皇帝做了一个大型的法事，3天大型法事做下来之后呢，天上就降下一道圣旨，说是君命神授，说你当这个皇帝啊是顺应天命。朱元璋皇帝呢才如愿登基，登基之后呢知恩图报，在原先张天师掌天下道教事的权力下，加了一个永远的永字，权力就更大啊，这是朱元璋皇帝的御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看这个天师呢，就是第30代天师叫张继先。啊，那是第一代，这是第30代。天师只是一个世系的封号，不单指的是哪一位。从东汉到现在传了60多代，60多代都叫张天师。像这几代呢，都是对道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啊，实际上主天师张道陵创立道教于东汉末年，功不可没。这是第30代，叫张继先。四大名著《水浒传》看过没有？《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就这么描述：张天师骑狼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所描写的虚郡天师，指的就是他。传说历代张天师他们降服108种妖魔鬼怪之后，就把他们降压在镇妖井里面。后来被这洪太尉呢给误放跑了，就化身108将，把大宋江山搞得是天翻地覆。最近这口井呢还存放在上清宫，离我们这边大概有2华里路的地方。新版《水浒传》第一集的拍摄地点就在上清宫。那这位天师呢，很是聪慧，13岁就登上了天师的宝座。当时是宋徽宗坐镇，他呢就不相信他的实力，就把他招到金銮殿上，想考考他。那皇帝当时是问了他这么一句话：“卿居龙虎山，臣见龙虎否？”就是爱卿，你住在龙虎山，是否看到真正的龙跟老虎呢？那这位小天师啊，他回答得非常的巧妙：“居山虎则常见，今日方睹龙颜。”他说：“住在龙虎山中，老虎经常见到。”龙以前没有见过，今天第一次看到龙的样子。
皇帝听后龙颜大悦，赐给他良田，赐给他金银，用于修建宫观。据说整个天师府的最初建造模式就是在他的手上所筹建，这便开辟了封建帝王为道教教主建立府地的先河。从陆寿赐建府地到现在是900多年的历史，是用这个地方啊称之为千年道观，就是由此而来。而最聪明的天师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这是第三项。天师都相当于宰相级别，所以他的就座非常考究，跟皇帝的皇宫都是一样的地位，都是乾宫之类似的。在这里呢，我们大可以体验那种庭院深深、侯门深似海的感觉。你都了解到这黄色的布上面画的都是什么吗？有没有接触过？甲骨文呢？这个叫符。我们经常批评到小孩，你字写的不好，鬼画符一样的。啊、哦，对。今天看就是真正的护身符，护身符。对，这个符呢，就是那个符号的符。这个符呢，是一种神力的体现，就是高道将他神的力量附着在这文字上，并书写在规定物品上。每道符在画好之后呢，都得盖上天师的法印，之后才具有神效。用天师自己的话来讲，这种符啊，佩戴在身。大辟正家邦，小辟全灾祸。像这个叫正宅符，这个叫求财符，啊，那个呢是叫五雷符。啊，符呢都是出自高道之手。在我们画符术当中有这么一句行话，说的是画符不知窍，分了鬼神窍；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说明一定要道义高深的道长，他们画出来符才灵验。你画不好，鬼神都要笑你，功力不够。明白。好，那请讲。我们天下的佛路出此一家，道教祖庭的护身符是非常有名气的，而且呢，历史上出现的口名，它就是对有护身符，对。而且呢，我们在电视里面啊、小说里面都有了解到，像很多以前啊，有道长啊、天师啊用符水治病，这都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我们都知道十道九医，道士都懂医术啊，他在他画符的那个。湖水里面啊，是掺杂一些中草药下去。老百姓不是喝湖水吗？其实喝了药水，自然是药到病除。那湖水治病呢，一般是那种大型瘟疫的时候，它不方便一道一道符给你去画，它就是画好了之后，投入到大缸，啊，老百姓把这个水就遵命就取出来。一般啊都是这样子。好，这位天师可以看，就是刚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他的画像，因为对道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天师啊，史料都有记载他的样貌。好，我们可以看他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一个非常有福相的天师。他注重养生，他注重养生，也懂得养生，自己就总结一套养生论。不妨来看一看：道不远，在身中；气温远海，寿无穷；神御气。气流行，不需杂术，自成身。也说呢，修炼的方术千奇百种，但是大家切记好这一点，修炼好精气神，你自然就健康，自然就长寿。好，就是说的这个精气神，就是道教里面常说的内丹。道教里面炼丹分两种，外丹就是汞、铅、矿石、中草药炼制长生不老丸。但我们都知道，汞跟铅是重金属，历史上很多人都吃出问题来，现在都被取缔。现在还练内丹，内丹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身体作为丹炉，修炼精气神，也是我们所说的气功养生之道啊，这就是内丹，内丹的范畴。中听紫气门，紫气东来，金光门金光烁现，代表东西两个方位，紫气东来啊，这个是红灯西出，这是当年老子去函谷关隐居的一个景象，这是一个祥瑞之兆。啊，这里的建筑都是重新保持的。我们这个时候面装到手上的，就是由下至上。啊，真的，紫砂瓦。这两边的阁楼是天师的闺秀。200多年，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个建筑物两三百。对，就这一部分，前面那个是新的，就是我们从那个这部分就两。对，从那个相国仙府进来之后，都是明清的。以前不是文革破事旧吗？就因为下放知青啊、红卫兵啊，他们自己住在这里面，所以侥幸保留了，不然的话也被毁了。这个床还倒是床板的床好坏啊，对，那是一个单人床。乾隆皇帝要御赐的匾。对，乾隆的亲笔。乾隆皇帝的亲笔。乾隆皇帝的大亲的。嗯。嗯。
哇，这么大。这是在1742年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召见第56代天师张玉龙所赐的一块牌匾。就是分匾。这块牌匾得以保存，非常的侥幸。他在文革的时候曾经遗落民间，当时被为农民扛回家去当床板使用而得以保存。后来是天赐的后裔，他花200块钱买了一张床，就把它给换回来，如今已经是价值连城。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却体现乾隆皇帝的文采非常的好。因为这四个字呢，不管你是顺着念还是倒着念，意思都是一样的。传宗演教，教演宗传，意思就是说传教演法都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真天师的职位啊，是世袭制的，非常的这个乾隆的快点。这两边的阁楼，这阁楼是天师闺秀女儿们居住居住的地方。哦，黑黑的，绣花绘画的城市，好漂亮。对，这个就好漂亮。是，这个这个这个。对，这边长得像安徽那边徽派正的。在宁波去吧。这个雕雕对呀，雕雕对呀。安徽那边徽派正的更好。这个很凉快耶，好漂亮。因为这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风水宝地啊，老祖天师不是我们这边人，出生地是浙江天母山，祖籍是在江苏沛县，他是在一只仙鹤的引领下，云游大江南北，全国各地都看过了。最后相中这块宝地，炼丹成家。好，所以说这边的风水格局是非常的好，三面环山，五面临水，很凉快。对呀、啊，通风透气，对，冬暖夏凉。天府呢，建府呢是900多年，就刚讲在那个顺徽宗时候开始筹建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称之为千年道观。但这个千年道观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遭遇了一次特大洪水灾害，水源到这个地方。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要好好的利用水。说对于很多人都会纳闷了，说张先生是风水行家，他的家怎么可能遭水淹呢？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们现代人改变了古人的风水，过度开发，水土流失，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有啊，应家小姐。三清有一整个道教就根据老子的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创立，所以老子就是我们道教的最高神仙，称为鼻祖。我们常说到这么一句话，老子天下第一，在道教里面老子就是最高的神仙，没有人比他更高。前面是四御，是道教的第二级天神，指为北极大帝、玉皇大帝、天皇大帝，还有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旗，主要管事的是中间的玉皇大帝，其他三位都是协助他管理一切事务的。这就是我们道教的最高神仙三清四御，也便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央的七个政治局常委，道教的最高领袖就是在这里的。两边呢，三官五老，三官是天地水三官，是古代尧舜禹的化身，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元神保佑。好，五老呢务必了解一下，因为他的日常生活呢是密切相关的。五老代表五个方位，五个方位大家都熟悉，东西南北中，它也对应的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既是相生也是相克的，在评理人经常会说到上街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呢？这便出自我们道家的一个典故，五方之中的东和西对应五行之中的木和金，木和金是食物，买了是个篮子提回去的。那南和北呢，对应五行之中的火和水，火了你抓来烫手，水了你根本抓不着。说我们习惯说买东西而不说买南北，就是由此而来。再者，凭我们说你去洗手间，你希望说上洗手间还是下洗手间呢？对，上北下南，上就代表北，北就代表水，你洗手间完了之后是离不开水的。那厨房呢，很自然说下厨房，就下就代表南，南豆腐就叫上清豆腐。上清豆腐之所以好吃，第一呢，豆子的原材料好，水质好，再加上传统的手工艺，所以做出来豆腐呢是特别的白，特别的嫩。
就连老一辈革命家朱德邓小平来江西鹰潭的时候呢，都特意点名品尝上清豆腐。还有几个特产，这两边种的都是板栗树，现在已经挂果了啊，就那个板栗呢，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来龙虎山炼丹修道，他不食新荤，曾经以板栗充饥，那么他活了123岁，换而言之呢，板栗呢它就具有延年子功效，所以我们称龙虎山中天师栗大小神仙的是真着吃，也是我们这一大特产板栗啊。还有一个特产就是刚刚那条河泸溪河里面的鱼，那条河叫泸溪河，泸州老窖的泸溪水的溪，那里面的鱼种非常非常的多，好几百种，但是我们不管那里面什么鱼种都统称泸溪鱼。泸溪鱼是清水鱼长不大，但的味道比一般的鱼都要鲜美啊，这是我们当地的三大特产，上清豆腐、泸溪河鱼、天师板栗。这个龙虎山景区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好，周边没有任何工业烟囱，没有化工业厂啊，所以景区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被称为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濒危的植物呢，山里头呢有红豆杉、山尖杉、竹柏等等。濒危的动物呢有虎纹蛙、水獭，还有这个中华秋山鸭。中华秋山鸭呢是被专家们称为会飞的熊猫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全球只有5000多只，在咱们龙虎山就有200多只，而且是在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哈。景区内的负氧离子浓度也特别的高，特别是在那个核心景区内的那个象鼻山啊、吴温村啊，负氧离子浓度呢高达每立方厘米2到3万个，是正常的几倍甚至是上百倍，所以它被称为天然氧吧。所以我们常说呀，来龙虎山游玩呢是负氧离子洗肺，山珍野果开胃，竹筏漂流陶醉，丹山碧水养颜，吃喝漂赌一条龙服务了。我们这个吃喝漂赌是可以大大方方明目张胆的，吃的是天师板栗、上清豆腐、泸溪河鱼，喝呢是鹰潭人的茅台酒、昙花酒，当地的那个做的那种昙花酒好有名的，鹰潭人的茅台酒。那这是喝这一块，还有天师灵泉那个井里的水，还有天九矿泉水。漂呢不是漂，是漂流，但我们要走的黄金线路，3公里的绝美图画，人在画中游，筏在仙境漂。这一赌呢不是赌博的赌，是目睹的赌，通过你的眼睛来欣赏美丽的龙虎山，这就是龙虎山的吃喝漂赌。现在我们是前往这个竹筏码头的这个观光车内线一般我就是散客朋友啊，如果要去下面漂流是走这条线这一段呢到前面都是实行了交通管制的哈，一般私家车是不让开进来的这都是板栗，那上面一个个毛毛球就是板栗街的故事。现在要吐板栗的好少，去不到改了买的买上去还有点买不到，领到八台了也是干的，也是铲子土啊，给在铲你扎脚不上没有一种全土，这土中网中网对，现在哪去不到，除非质量那里小，你质量一两口说铲那种东西去不到，有点太平了。就是刚刚看的泸溪河那上游这下游，左边那个躺着睡美人看到没有，那头部那胸部好大的，看着自然景观怎么说呢，是3分长相7分想象。这条河的发源地呢是福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四省交汇处，像这个福建这个广东、安徽、浙江东连江浙，南控瓯闽也是以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火车中转站、交通枢纽。我们这个地方上游就是福建，福建武夷山。这条河呢是从福建的光泽县流出来的，全长有286公里，在龙虎山景区的流长呢是有43公里。
边很多景区一开发之后呢，都把村民给迁出去，我们这边没有，还是村中有景，景中有村，也体现到这里面的自然和谐。右手边看这种山体呢，就属于龙虎山典型的丹霞地貌了，刚刚大家在天日府门口看那种山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火山岩地貌，这属于丹霞地貌，炼丹的丹，彩霞的霞，丹霞呢就是说像霞光一样的绚丽多彩，颜色非常的漂亮。像这种丹霞地貌呢，在咱们中国就有780多处，龙虎山只是其中的一处。不仅中国有丹霞，外国也有，像美国的大峡谷、希腊、委内瑞拉都有这种景致，但是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叫法不一样，它叫红橙，红色的红，一层两层的橙，叫红橙景观，中国就叫丹霞地貌。相比较而言呢，觉得我们中国人更具有诗情画意一点哈，叫丹霞地貌。这种它叫丹霞。丹霞。那峡谷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霞是彩霞的霞，不是那个峡谷的峡，丹霞。彩霞的霞，炼丹的丹，彩霞的霞。这个像这种丹霞地貌呢，一般都跟雪有关。一般呢，老年期的它中间那种河流就比较宽广，青年期的呢就很狭小。右手边那是一个骆驼峰，看到没有？往右看，那只趴着的骆驼。荷花都开了，看了。哇，这边开好多花。这个荷花不长藕，专门长那个莲蓬的。那对啊，送到这边啊，到那边见的。你进去带个吧，进得到西游县了吧？西游县南吧。如果你没带，你就要等个晚上，要到游客中心啊，到哪个太那个啥，这小药城路，但是当天到小药城里去。小药城。有好多小药城一边的那个太高的少。就是老龙山太平的少。福镇这边，逍遥城啊，对，福镇到发挥公园一边可以转得进来吧，从外面可以转得到个发挥公园，都数吧这个量。数啊数，但是可以自己把它塔子给人转不进去。哦。是吧？那。公园塔子比较多。但是你塔子可以到一个到可以到发挥公园，就到园边上去。好的嘛。它就可以在发挥公园里塔子。可以。就是那到逍遥城，反正随便你到逍遥城还是到发挥。别人往哪边请？请就是发挥公园请进去。哪里叫发挥公园？你不上牌了是吧？我上了可以躺着一般啊。在那厨房躺，在那曲子。那也可以的。那就南街。南街哈。差点放过了。这里进去的，放到底那个的。那里去住？等下里去在那里住。等哪里去等云南？好吧，赶紧赶紧赶紧。做竹筏，看龙虎山，时间2:46。出航。你应该去坐他那里，靠着他那里。没有关系。它是那个真正的厨房，没有炉子的，人工村的。
们也是嘛，就两个原始的。我几斤的那个？几斤的？那我有大有个。我娃子个出啥个几个人呢？啊？啊，就是三个人的钱那个不啥个？啊，啥子？嗯，麻子。他们要不要介绍一下？啊？说了不要，不要啥给不要那个吧。好，不要啊，就要给他看你刚好。好，咱中正的龙虎山在哪里呢？往后看，今天龙虎山特别漂亮。大家望一下，这四座山峰相连，微起伏的山峦就是龙身子。右边那个是龙头虎，是最左边那个凸出来的没长草的一石头。啊，老师说这个也。它是一个抬头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就是百里龙虎山的心脏。海拔高度是247.4米，就这种山脉，就是真正的龙虎山，藏龙卧虎，看得出来吗？三分长相，七分想象。好好，龙头虎头。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泸溪河的第一大美景，这个叫云景峰。这个河西岸的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就照射到这个山上，因为这阳光。
赶到点，以前就远。俺太远了，黄金奶黄家。买的农产，赶到远处啊！谁上沃尔玛？买家。谁上沃尔玛？买的是什么？对，卖的是谁上沃尔玛？买的是卖单位，卖。谁上超市？卖粽子，卖熟食竹叶包的，别的那把你抓得住，你看看很香的，快快拿到床头去。对，看看。吃完了叶子都在盒里面。看看。熟食竹叶，快快拿到去，拿回去，老板买单去。 拿着，一杯10块钱。你要10块钱要不要？来一杯的，要吧？完全的不要，全的。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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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完了逛超市，看那个板栗酒也有，就那板栗天之板栗酒超市有卖，你看可以带点。他那个不会继续啊，板栗酒地址都有。会啊，但是我们就是向天再借五百年都看不到，因为这种地质地壳运动变化，他让我和他需要太多的年份。我们这个地像这种地形地貌都形成是6500万年了。所以说我们人类呢跟这些地质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现在这个海拔，这海拔高度现在几百吧。对，最高的都超过300。那这也是岩石。哎，看看那个上面那个玄关，看到吗？那个洞窟还有那个整整齐齐的黄色的泥巴。那个泥巴上面垫的那个泥巴上面有那个零散的棺材板，在那里，这都是原始的哈，说明那个棺材已经风化成这个样子了。哦，看到吗？有棺材，看到吗？有。这个叫断头龟，看到没有？左手边，前面是龟的头，后面是龟的背，中间有断开，这是一只三只脚。那翻的那个多咯，大金风土的，完全在土哎，在土啊。还真的嘞，还真的是最啊！它鼻孔，你看啊，做不了这。而且这猴子还不是普通猴子，还是黄金大圣，何以为见呢？啊，慢慢的，它后脑勺那个青草组成的裂隙，像不像孙悟空头上戴的金钟呢？这个角度还不太像，越往前就越像。啊，你看那个后脑勺那个青草组成的裂隙，就像他戴的金钟。这蘑菇就是八仙过海的时候从海捞那里出来的，平里它是不浮出水面的，只有来到珍贵的客人它才浮出水面。今天它能够浮出水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里来前往。这文字来为千里有缘先出现哈。这绝不是恭维各位哈，这个因为这个蘑菇石确实是比水量在水量大的话呢，遮盖的部位多了，大家说它不像湖，像一堆牛粪。如果是水太浅的话呢，蘑菇脚的部位露出的太多呢，大家都说蘑菇的脚没有那么粗壮，所以呢只有四十的时候才像巨大蘑菇，比方说今天刚刚好对，太像蘑菇，今天就特别形象。好，蘑菇石的后面再看一下那高大的神，我刚刚说有神的那个神，
这个角度看的像一代文创的串联项目，看看这个人脸，从左侧面一个人脸，它里边简单的小平头，三寸的方方的鼻梁，您看出来它是谁吗？跟中国近代的大文创，还真的是头发、头发、眼睛、鼻子啊，对。就是鲁迅，鲁迅对中国大文豪鲁迅，为什么说他像鲁迅呢？因为鲁迅先生生在鲁迅垂的文化，中国的根底全带到了这边，啊，他从这边取出来，这个知道没有？刚才龙虎山一弯的朋友说了，有一个朋友甚至说他像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卡扎菲、卡尔基斯大领，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不认同，啊，就是龙虎山的文豪风，像这几个。也是门票宣传画里面经常出现的画面。有的品种，有的品种，有的品种。啊，觉得看一看这个学校，比方说对面都是什么啥啥啥，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时光呢，都是轻轻松的，有后山可以爬上去的，我们就有爬上去的。但是我们景区里有好多山峰嘛，是四面绝壁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山峰上，一样出现了好多的神龛，你就解释不通这上面的神龛是如何放的。所以说龙虎山的神龛啊，到现在呢是一个新的。人下次来到武夷山去漂流了，就是。好。今天太赶了，要不然我带你去正经山玩漂流。那更刺激。啊，那是今天刺激的，这是修身养性的，看风景的。丹妮娜。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口味。那个要湿身的，啊，那个要湿身。漂流嘛。那个要湿身。啊，左手边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这漂流生意好，我们说。那肯定好。它叫仙人城，海拔高度呢是有281.7米，顶部有个道观。它的山顶上那个道观没有？这道观呢是叫兜率宫。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叫兜率宫呢是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其实这里面供奉的就是道教鼻祖老子，啊，老子、太上老君都是一个人，都是老子不同时期的化身。据传说呢，老子呢云游四方，曾在此解卤炼丹，并向祖天师张道陵传授道法玄机。唐代的大诗人顾况曾经泛舟至此，看着仙人城高耸云天，遥不可及，他不知道该怎么上，于是呢写了一首安仁港口的诗句来描写见闻。这一首诗呢是这么描述的：楼台彩翠远分明，闻说仙家在此城，欲上仙城无路上，水边花林有人生。其实顾老夫子这疑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个山的背面呢是开造了788级的台阶，可以登至顶峰，攀爬上仙人城可以俯视整个卢溪河，可以看到你再坐一下好吗？我在听你说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景点。
左手边这个山呢，像不像抬头仰望的老头？就这个，老人眼睛凹进去，高高的鼻子，还有青草顶上长长的胡须。这老公公是60岁的年纪，30岁的心，人老心不老，尼姑长得漂亮，天天对着尼观看，想看漂亮的小尼姑，所以我们称他为望尼峰。那老公公天天看小尼姑，那么他的原配老婆自然是非常的开心。老婆婆哪来？看这里没有？这是一个撇胡嘴的，满脸愁容的老婆婆。对，在他脸上事后还泪迹斑斑的呢。而看这老婆婆呢，是不甘示弱，她把自己刻意打扮了一番，头上擦着花，脸上摸着胭脂，嘴巴上涂着口红，等着老公公哪天能够回心转意。据说这卢溪河的河水啊，都是这老婆婆心上眼泪汇集而成的，啊，就是典型的泪流成河。啊，两景足以见证尼观里面的尼姑长得是有多漂亮的哈。左手边欣赏一下这个美景，就是典型的一线天景，看到没有？这个是流水的长期冲刷切割所形成的一线天景观。这个桥呢是叫仙凤桥，是在2002年架设的，从山脚底下打脚手架上去，耗资180。把影片传给你。好漂亮啊！你看那个上面那个，那样这样看，很壮观的。那个石头，你往上拍嘛，弟弟。往上拍嘛。对。来吧。啊，你那个寻梦，我跟你讲，你去网络上截图就好。那个一定有人把寻梦龙虎山丢上去。你寻梦，我没有要破。寻梦，我没有破。往哪里走啊？来，拍这个经典的。哇，好漂亮啊！何君姐是这样，到这边去看。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往下面但那的的确确的是天造地设，面对他们，我们是充满无限的憧憬。它是伟大无尽的写照，咱们人类都是从这边繁衍开始。你们俩在这边出生之后呢，经历百年之后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要回归大自然的。那就可以观看到大地之母无限之刻的左上方一个13具棺的家族群葬，就在石缝里。人说呢，生死轮回只在一线之隔，这是生命的起点，上面是生命的终结。大自然把它们巧妙的交叠在一起，这期间的奥秘呢，就让人深深的想。那这个景点呢，当地老百姓是这么形容的：男人看了喜欢他，女人看了喜欢他，小孩看了问妈妈，妈妈只笑不回答，是一个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景点。啊，就是他们的景点。所以它上面那个还是有光，有那一排那个缝隙里面有13具，13具棺木，都没有人去搬。7、8年的时候都开始发掘过，已经考古过了，不然就不知道有13具了。有人上去过。以前这个草最早是成都那个开始放的，一直在放。来，咱们黄石的后面黄石的后面，这边右手边平台。中国人会保守点，外国人肯定。抗风化能力差异所形成，抗风化能力弱的岩石，这个容许成为更低。叶沙粒。沙最软。啊？沙最软，叶最硬。沙最软，然后嘞？
你是说什么？夜是最沙夜夜夜沙里。夜沙里。不是不懂，有的出去。夜沙里。摸起来还有那么硬，但是它确实很容易风化。他们就是沉积岩啊，铜，沉积岩啊，啊变铜。那个绿色哈，不是那个铜锈，它是那种青苔，青苔。所以龙虎山的丹砂地貌不是那么红，老年期的，说它是脸红皮黑戴绿帽，本身是红的，单单的年代久远，被一些流水植被给腐蚀了，看起来是黑乎乎的，但顶部又长了一些绿色的植被，就好像戴着绿帽子，啊，所以我们称它为脸红皮黑戴绿帽。那个绿色的都是青苔，它死了之后就变成黑的了。哦。啊，砾岩是最软的，页岩最硬，再来是砂岩。抛给我国中的地科老师，他就会哇！你们都是第一次来这里？对呀、啊。他们台湾人来天子府的特别多。对呀、啊，都去那边朝贡祭祖，领到是资格证，他都必须。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他。那也是张天师道夫，对不对？他每年都来，他是必须每年都要来。因为祖宗在这里，祖庭在这里啊。六十三代天师，最后一代天师是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屡创。最后一代天师，封国号的天师就去了台湾，就没有回来了。我们99来了，来这边稍微的修整一下啊。有道观有那个，但是主厅还在这里。还有那个三口没来。对，我看他每年都。我们应该往你们左这边，应该往这边走，这边走上。慢慢走了，这样是他们了，那个跟那个柳的了，柳那边的。是啊，不大。哎。这边出去。就等于没怎么看到，是吧？就是等看声光表演。哎，观众表演我们就那个。对。你就直接到上面等车吧，我们不要去等车。他那个车来的可以上面。哪里？就到声光表演这里可以等车的地方。那个是人家包的车。不用不用钱，那个好。今天弄的。真的。我这个好想看。哦。嗯你要刚刚听会啥东西啊？表演的，你就管他们了。你看这个表演呢，有什么非常美好的寓意？我的小班。真名字。啊，我最起码五百回以上了，到现在连个小组长都没换上啊。哎，时光表演是从这里上去吗？这边。这边啊，对，现在不从这边了，不从这边，那边过去了。百度到河对面去看。他是从那边走呀，那个时候正好。小时候读书读得好，爸妈就带到龙虎山来玩，走这样到现在还是。以前不是往那个大门进，那个叫毛人。那个嘞，后面那里摆那个木叶湾。又要坐船，要到对面。对，到河
我们到那边看，他在这边生的。海豚那个凯子排队进去啊！海豚给他们排队进去。三一起，三一起。你要去他这一点。哎，现在我们三一起。他的绳子，他是用绳子搞，他挑大了的。但是他顶上有绳子，肯定是自然的。用绳子叫吗？是。欢迎小伙伴，我是领导。可以。啊。什么是三奖？一块钱的。从中金器人到金财经营来 F 三得证表 F 三呢？啊，五十一经济搞个一个 F 三，拿个 F 三就到了。搞个不一个 F 三得证表吗？啊，对，就出来了，确定啪的出来了。五十一进去了不？五十一进去，你再拿一个前面一个警察生命符，生命符是哪一个啊？你再拿五十一，拿一张，拿一张。下一条，对，下了啊，来坐下一条。这边好。我在那边拿，等一下，慢一点。啊，两百。哎呀，沉地，他沉地上。嗯，我叫他进来。他是沉地上到对岸去，他不是用滑的。对啊。沉地上，这很酷。哎，这是大路啊，要不然你想怎样？真的，他不是用滑的。下面有石。喷到水了，水雷鱼，水喷到我了，哇、哦，好好玩啊！我那台比较好，那台比较好玩。哦，美女，龙虎山四点。上来了，站好，真的前面站好，站好。这是表演。你们也是阅读这种生活生产情况，包括鲁陈书、顾文清鼓响、福尔思乐王。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悠远神秘的舞曲，我们的龙虎山漂流之旅也将进入最为精彩和神秘的部分。即将为您呈现的是一部由我们龙虎山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户外实景剧《古月升官天下绝·龙虎传奇不真当》。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悠远而又神秘的舞乐之乐，去遥望和聆听
2600年前攻越民族的豪门家境，岁月回响，古乐百支，纷纷模仿。江西龙虎山地区便是百越中干越人流连生息、以礼繁衍的著作之作。2600年前，他们迁居至此，凭着非凡的智慧、坚韧的毅力和过人的勇气，在这片如画的山水间留下了流传璀璨的历史珠玉，艺术的民族画卷。族人们和着这宝光而又高亢的呐喊，成群结伴的欢声声水声息如无论人精韵律、善治技法、熟识词、善之传，要有高尺度化文学的思想，他们结成成团，聚拢并将如此古鱼志向技艺世代相传。溪水清澈见底，如此聪慧性急，明白而化，健硕。江镇小女在大门上，你们满载而归，那即将到来的喜讯等待着你们一同开启。我得跟公司说。
他们崇信鬼神，崇拜鸟蛇图腾，为新生命敬礼，为新生命祈福，是古越族人最朴素的生命观的体现。他们相信，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一定会为祥和宁静的日子增添宁静的欢乐，一定会为古越族人的发展壮大，续添更加旺盛的活力。啊，在上面那里。哎，别啊，爬上去了，爬上去了。掉下来了，他刚好那个阳光，那啥这样吗？阳光这里，这样吗？这里别的。
有对焦到吗？在那里，在那里，有对焦到吗？我踩到了，我踩到仙草了。正当采药人酣临绝处，找到了难得一见的石斛仙草之时，悲壮的噩耗传来，古越族中最具威望的长者与世长辞。将先世的长者亲眷安放于此，便于他们步上天庭，庇佑后世子孙。今天我们根据上海同济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联合研究推定的仿古吊装方法，为您再现千年前的盛景。
亲爱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去穿过这历史的年轮，破解这亘古的谜团，一起走进古月升官天下绝，龙虎传奇悟真道，最为扣人心弦的时刻。你像我们从鹰潭开车哈，去福州，福建福州，大概就是5个小时。福州啊，嗯，就福州到厦门时间要长一点，可能要7个小时。那其实也方便，只是就是开很久。但是你如果说你像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在那边务工的、经商的哈，他们过年回来一家人，他们都是几个人换着开，嗯，这样回家就方便。嗯，因为是这样的，你过年过节的是吧，有个车用就方便一点，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去坐车了，都是自己开车回来。如果说一个车子有5个人，是吧？燃油费跟着过路费算一下下来，肯定比这个坐火车干嘛还方便一点。你火车还不一定坐得到。是哦，没现在好一点。以前哈、哦，早十年，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钱买不到火车票。自然环境下，现在大露天你没看到，以前小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么热的，以前最热35-6度，现在能热40多度，你说是什么概念？这代表火，你这美味佳肴是离不开火的。说上洗手间下厨房，跟我们道教都有点渊源。其次呢，古代的四大发明跟我们道教对着直接的联系。四大发明当中的火药术就源自我们道教的炼丹术，指南针就是我们道家的风水。在道教里面很早就提出生态学，实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就是我们道教里面的五方五脉啊，这些啊，我们日常生活呢与道呢密切相关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应该你们台湾也都是主食都是以米饭为主吧？嗯，我们这个筷子文化就是我们代表我们这个道教文化啊。外国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那大家了解一下，传统筷子的长度是多长呢？有没有了解过？哦，它还有没有哎？传统筷子，当现在好多筷子都是那种简便的那种啊，那个不代表我们中国那个以前的传统。十几吧，7寸6分，七寸六分，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哦，七情六欲，筷子的形状上面是方的，下面是圆的，代表着天圆地方，道家的天圆地方。啊，这个圆头呢，天是朝下的，
则代表民以食为天。拿筷子的时候，筷子在食指拇指中间，就代表着天地人三才。干了三个，天地人三才。和筷子夹东西的时候，两个同时动，两个同时静，夹不起东西的，一定是一动一静，就是代表动静结合，阴阳协调。啊，是各门这个道文化呢，都是密不可分的。说的很有道理的，真的，这东西确实是这样的。是好理解。啊，什么叫道呢？道就是自然规律，道就是万物的本源。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两棵树，这是叫。罗汉松这个树种，而且对，而且它一枝一雄，这个树种呢，很名贵，生长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而且是一枝一雄。你看哪个雌哪个雄？来分一分，前面这两个粗壮的，一枝一雄。对，好。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知道的。哦，真的吗？从黄色的长身来看，啊，这个季节呢，啊，就是出来好多鸟哈，树底下都是白色一片的，所以树底下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随时可能喜从天降啊。好，我们经常新闻一个地方呢，环境不好，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反的。所以你说，哪个体是拜拜自己的守护神，拜拜地的地方，翻台是拜一下哈，鸡兔之口啥都怎么样？三四五六七，刚好七颗。北斗七星学不正，在道教里面认为北斗延伸，南斗起伏，所以天师在种植占树的时候就克你占种植，按北斗七星学不正。是啊，七颗，嗯，好，三四五。老你不是。上面的书法呢，值得一看，是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东西。赵孟頫，颜真卿、柳宗元、欧阳询和三司大体，这就是赵孟頫的形态。字体是珠圆玉润，潇洒飘逸。但是遗憾的是，这块碑在文革的时候砸裂，现在已是伤痕累累，破败不堪。碑身部分曾被推倒，上面有修复的痕迹。而下面看这蟾蜍的动物呢，再看这块是一只龟，其实它是一条龙，它就是龙王的大菜品叫碧玺。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它是龙头、龟背、蛇尾、龙爪，四不像。因为它能够龙尾负重，力大无穷，所以它一生不能整个人联系在一起。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玺碑，但遗憾的是它的龙头是不会砸坏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这个辟邪，辟邪就通它的谐音，辟邪，辟邪，很多人都习惯把它佩戴在身，辟邪好听。还有叫貔貅的，貔貅是有口无缸，哦，对对对，有口无缸，只吃不拉，是聚财的。辟邪就是专门驼背，都是龙王的孩子。龙王一共诞下九子，但每个儿子都怪模怪样。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啊，对。房顶上叫青鹅爱跳的，中年上面有金鹰。没有老师家好奇找一份单子。问一下我吧，我们班啊三杰。来这里面呢，就是咱们这个玉皇殿啊，也是咱们道教的。天师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其实中国的道教呢，分为了南北两派，北方呢叫全真派。全真派所有的信道者，他是需要居住在道观内，然后要蓄居如画，常年不能够出户。对啊。这个宗的是第四世代天师张世德在杭州的阜阳所铸造，宗的长度有一丈，
中为一丈八尺，厚度有三寸九分，重量就是9999，一万斤差一斤。当时是通过那个水路从杭州富阳运过来的，到了岸上就是用滚动的方式，水用木头啊铺路，在那上面滚。对、啊，这个钟呢，就是它的音质也非常的好。传说它初一敲响可以响到15，15敲响可以响到30。我们这边敲钟，北京金銮殿上的皇帝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他也称这一口神钟。这虽然是夸大其词，足以证明它的音质呢是非常好的。像这口钟也是每个江西人的骄傲。我们江西省2000年的四季钟声敲的就是这个大钟，所以它又有四季之中的美声。但现在国家级文物评里呢，再也没有谁来敲打。像一首清派的话，还是有一种明亮的音色，音质非常好，而且是在没有悬挂的情况下。这口钟为什么不能悬挂呢？据说在铸造这个大铜钟的时候啊，神仙曾经将黄金1200进去，说它是含金的，这样的话呢反而给它惹来祸害，迫使这个是当地老百姓把它的钟也不分锯下来用于提炼黄金。钟钮上面出现的装饰物呢，是龙王的第三个孩子，叫普劳，姓号教，专门出现了钟钮。但现在看普劳呢，是既没头也没尾，四个爪上都有被锯的痕迹。要把它悬挂起来的话呢，怕支撑的时间不会太久，所以它只能安静地转着，而不能悬挂起来。那都是依附皇权才得以生存发展，所以在这上面有些美好祝词。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黄土巩固，这边写的是大道兴行。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国家稳固了，强大了，中的道呢，首先你要有一心向道的决心，要掌握规定的经路，还要达到一定的修行，才能受于品位。道士考核有等级之分，三级考核。这个地方的风水格局，对，就是呀，紫比临四，玉比及行东西。桥的左侧那个山的轮廓哈，像个张开嘴巴的石猴子，猴子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哈，现在看很清晰，那个眼神呆呆的，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啊，雨水顺着猴子的嘴角流下，就好像流口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是看对面泥棺里面漂亮的小泥狗洗澡看呆了，所以称它为看呆猴放生。然后刚讲那个温村啊，温村了、啊。哎，哎，真的有，哎、啊，真的有，哎，心想事成，哎，真的有。好，半山腰看那个倒三角形洞见没有？半山腰。那里面的那三间棺材。啊，那里面一个崖洞里面有两具棺材。我正刚讲那个夫妻葬的，就是从上面挖下来的。就刚我说那个夫妻葬，就说呢，历时千年，皮肤牙齿都能保存非常完好，就从这个洞穴里面取下来。就是那个洞里面。对对。这个单洞双葬，单洞双葬。好，接下来再把视线往右手前方，大家看一下，右手前方出现了巨大的石头，它是上面绿，下面红，形似个石头大水蜜桃，而且还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呢。在它缺口的地方啊，树中还有一种鲜美的桃汁呢。这个呢，我们就称它为山桃甜美入心怀。这个桃子是谁咬的呢？就是树上的那个。
最近我们开始尽量远离人群，然后呢一说到手机咬到嗓子里面，哎，你看那个时候你就把它弹掉了。其实真正咬开口的不是这个胸口，这边是在千万的胃口上去，可鬼谷神功的地方，那缺口的地方啊，跌落下来，那么它形成另一个，下面那一个乱石堆成的尖尖角的，就像一朵绽放在水天的莲花，这个名字就称它为三春雨，是个好大好大的三朝田野色心斑。啊，这一座朋友来龙虎山游玩的朋友都多了，都细说啊，这仙桃石啊是山寨版的苹果标志，下面这个莲花石呢就是微缩版的悉尼歌剧院，不知道刘师傅有什么感呢？我们看一下后面，后面这个山，后面这个山半山腰有一个青草组成的巨大汉字左右结构的，你看它是一个什么字呢？就我们最近这个山峰，就一个空的地方刚好有那个江，啊，看到这个江字没有？一溯下来三点水，右面一个工工整整的江，江西的江，就上个世纪70年代，它是毛主席的毛字，9年以后呢，才变成了这江泽民的江字。后来有人说它有向涛转换的趋势，因为右下角那个波涛的涛的一点非常明显。那涛和未来的急转换呢，我们习总就上台了，习道习道，那学习的习呢是道路的，所以我们称它为马屁光明。马屁通啊，还领导马屁，还国家领啊，领导马屁，谁当政了，谁就是谁的那个字，谁的姓。左边这个山峰叫金钟峰，这个金钟峰呢，就是著名绝壁，可能是有180米的高度。大家到底哪个参加？这我怎么参加？啊，那个是不是我的呢？要注意，它是四面绝壁，不能躺上去。在2600年，对，2600年前生活生产的一个部落一样，是怎么把这个管给放上去的？对呀，那管怎么放上去？因为现在很多的方法都经过运动吧。啊，连立车也蛮好。地壳运动。刚刚都说了，地壳运动变化，2000多年只是瞬间的变化，这都是上亿年的事。所以那个墓里面的棺木是从以前留到现在的。对啊，2600年前龙虎山这边曾经生活着这样的少数民族叫古越，就是越南的越，古代的古，但是越有白种，他们叫甘越，但这个越呢，在这个越的以前就已经消失，已经很大了。目前我们英国唯一的少数民族丝竹的西部的部分。我说爸爸。啊，这些古越族人呢，他们的习俗呢是断发纹丝，头发都理得很短。我们不坐那边去了。你又不是坐那边去，头发都长。那你看古墓，怎么看在这边？走过去的，走过去就坐百货城那边，都坐惯了豪华的。忘记了，上他们来，我直接坐那边下船。嗯，那是豪华的餐厅呀。所以说，妈的，我都。不是，我上次在做喝的院里上去的。他做的是那种豪华酒吧接待，他就是有那种绿色通道，不用到这边来，直接把你们接进来。
可以绑在那个杆子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这样插到水里面，很漂亮。他一定要这么忙，我一定要这样拿的吗？跑一百个人也不要紧的，春英就说，他考试也是这样的，没办法的，是吧？复杂春英。这导游还可以吧？很会讲哎。不是，他会讲表达，最起码跟你说的你。原始青瓷器、丝麻织品、纺织器材、竹木器、便器等各类文物近300余件，特别是1978年出土的斜纹织布机和13弦琴，将中国纺丝史和音乐史分别提前了200年和400年。
放棺木。厉害哦！好酷哦！他身上没有绑安全绳哎。对啊。